国军美食一级棒啊，我怎么都吃不到，为什么待遇差这么多？别人的餐盘是空丁跟保养，外伙食没得钱啊。第一啊，单位太烂，而且签约太差，抽到一些烂单位，勤务多，事情杂，吃的还比别人差，这个算理由吗？中华民国男子皆有服兵役之义务，大家都要当，这样才公平，才会心甘情愿嘛。上班工作也最忌讳同工不同酬，做一样的事，别人却领比较多，那就想摆烂了嘛。当然是看脸书、听直播、玩股票，能混则混，能捞则捞。你对我不仁，我对你不义，刚刚好而已啊。国军的伙食有的比较烂，有的比较差，那吃的比较烂的人，谁想认真啊？叫那些吃的比较好的人去拼命吗？难道我不是人吗？我就不是国军的一份子，活该吃比较差。二，长官太懒。饭好不好吃，除了食物本身美不美味，气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心情不好，东西也会没味道。出完操一身汗，肚子也饿，进餐厅前还要唱军歌基本教练，用餐时间有限，还在那边拖台前，唱得越久，吃东西就得越赶，是要怎么好好消化啦？好不容易进了餐厅，也无法安心吃。长官心血来潮，动作暂停，还敲敲打打，吵吵闹闹，没个当兵的样。板凳坐三分之一，腰杆挺直，以碗就口，恢复上一动。平常文兵就算了，连吃个饭都不得安宁是怎样？三，伙食费太少，这个理由也很烂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我可以在家看贝塔、看小空、看肚鸡，爽爽看直播、玩游戏，没事干嘛跑到军中受苦受难？国家拿钱买我的命嘛，平常给我吃给我住，打仗的时候就连本带利还给国家嘛，所以军中的待遇就等于我生命的价值。那伙食费这么少，难道我的命不值钱？又饿马儿好，又饿马儿不知草，喊抗中保台的在安全的地方爽爽吃大餐啊，真正出操训练的要擅长打仗的只有一点点伙食费，当人民没有智商没有眼睛啊。四，火尾太烂，这个也不是理由啊。我分享一个真人真事，有次放假阿兵哥回营，被发现头发太长没有剪，然后我就被罚请了，因为我没有好好督促他。好，我认了，这是国军的原则。那军中伙食不好也要比照办理啊，火尾做不好长官要扛责任啊，怎么管理的伙食弄得这么差，是不是无能，连吃饭这种小事都搞不定，轮到长官要负责的时候就完美切割，都是下属的错，这个就是双重标准嘛。五，你不是网红。再分享个真人真事啊，我是要过无动梯的，那个时候总统说要来巡查，全英马上飞起来，倾巢而出，除草清水沟，内务柜拉出来扫，树下不能有树叶，垃圾桶不能有垃圾，皮鞋擦得亮晶晶，装备摆得整齐齐，要展现最矜持勇猛的国军生死样貌啊，就做表面嘛。后来总统是没来啊，但是把士官兵搞得要死。那今天我们来拍摄，我不敢说会作假啊，但比较用心多少是会有的，在镜头面前亲切有笑容，准备餐点营养又美味，吃东西的时候温馨又放松啊，网红一离开，场面就可能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懂我懂，大家都懂吗？这个就是内斗内行，外斗外行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耍机车整人，你奈我何？而面对管不到的网红，就收起平常的嘴脸了嘛。当初要退伍的时候，士官总问我，为什么你不签呢？军中的生活很单纯，又可以赚钱，在营里可以进修读书，还可以学到领导统御，以后出社会就带人当主管，自我实现完成梦想。当时我在军中啊，不方便呛士官长。现在我可以回答他了，人家网红来拍片，大家对他这么好，这么亲切，他都不想签了。你成天整我，还要我留影，当我脑袋坏掉啊？好，打开。这就是今天的主角，奶油雪花脆鸡啊！我们看一下它表面，哦，整个起起伏伏的，撒上这个绿绿的。我这样拿起来，它真的有个奶油味哦，很香很甜哦，实在香。哦，酸味非常足哦，一种酸味独有的呛辣香哦，冲上脑门，真好。嗯，而肯德基原本的酥脆还是有股新鲜跟感动哎。嗯，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哦！太会炸，太会做了，汤汁还是一直滴耶，里面的肉汁真的烫烫香香哦，滚滚的。哦，正所谓好吃不过饺子，好玩不过肯德基好吃啊！接下来不用讲，在外面的世界，想吃什么好吃的自己买就好了啊，何必靠什么火尾？
来啊，来骂我啊！我要感没有停止啊，自由的感觉真好。哦，再换这个鸡翅，连骨头都一啃就是爽。再来一口啊！蒜头的浓郁感，奶油的鲜甜味，把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，哦，太棒太舒服了，太无敌了。哦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可是军中一个都没有。我们一起支持英米米的频道，赞啊！